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 CSS 的新进展。我是说今天我有点小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演讲，也是我第一次用中文演讲，然后能够和那么多出色的 CSS 专家同台，确实是我的荣幸。那么如果有一些用词不当的地方，还是有些词汇翻译的很古怪，就要事先请大家多多包涵。首先我就做个自我介绍，我姓陈，名叫慧晶，其实来自马来西亚，那曾经也当过全职篮球选手，也因此无意间走上网络开发这条路。那如果你觉得很好奇篮球跟网络开发怎么扯上关系，待会也可以找我聊一聊。那么从入行到现在，我都觉得 CSS 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都经常去探索一些新属性，或者去更深入的了解现有的属性，并且把学习经验都写在播客上。那么去年也加入了Mozilla 的技术讲师组，这项倡议主要是为了协助技术辅导和指导师在世界各地的技术会议上推广开源网络技术。模式会给予组员多方面的支持，如演讲培训、技术训练、资金等等。那么现在我在 Nextpro 担任开发大使，是开发者关系团队的成员之一。Nextpro 是一个通讯 API 平台，提供信息、语音、认证、音视频等 API， 好让开发者轻松地把通信功能添加入自己的 APP 内。好，那就来进入正题，也就是所谓的新时代 CSS 布局。那我想请问在座有没有朋友们参加过2016年的 CSS 大会？有好几位，很好很好。我当时呢在家没来，但是还好有视频让我有机会在线观赏大漠老师谈 CSS Grid Layout 的演讲，也很高兴待会儿有机会现场聆听他的演讲。那么他介绍了跟 Grid 相关的各种新属性以及他们的应用法。那 Grid 在那时候都还没正式发布，而 Grid 可以算是新时代 CSS 布局的成员之一。那我也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否同意，但是我认为网络开发其中令人头痛的一点就是纵向的布局。那经过一番研究，我才发现原因是因为网络原本是一个以文字为主的媒介。当年Sir Tim Berners-Lee 创建万维网，主要是为了解决 CERN 面临的资讯管理问题。他提交了命名为信息管理提案的这份文件，希望呢是可以更轻易的管理及监控实验室的流程。实验室文件不是用英文，就是用法文写的。所以我也想顺便一提，为了纪念万维网诞生的30周年纪念， CERN 召集了一群知名的开发者，创建最原始的浏览器，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这个链接在线访问。早期的浏览器注重的都是西文文字的排版，所以重视的是从左到右的水平方向。初期的元素包括 H1-6 的标题元素、P 元素、各式的列表元素等。到1996年 CSS 第一次发布时，多数的属性也是为了调整文字的布局而设，但是 CSS 同时也介绍了以核模型为主的布局方式。那么其实大家如果仔细想一想，网络的所有内容不都是各式各样的盒子吗？虽然初期的属性有限，但是网络开发者都非常有创意，利用浮动、负 margin、 各式的定位等技巧来达成心仪的设计。直到 Flexbox 的诞生，因为 Flexbox 可以算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以网络本质为主而编写的 CSS 规范，连同 Box Alignment 和 CSS Grid 这三个项目可以称为 CSS 新时代的三大栋梁。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其他553个 CSS 属性，因为 CSS 算起来是一个团队项目，只有各属性互相协调配合，才能把 CSS 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如果要揭开
CSS 布局的神秘面纱，那就必须先了解一下浏览器的渲染过程。渲染引擎会把服务器发送过来的 source 文档解析成浏览器能够明白的对象。而在渲染网页之前，浏览器会生成一个渲染树。这个渲染树是中介性的结构 intermediary structure， 是文档格式结构 formatting structure 的表示法。CSS 在解析的过程会计算出每一个元素和文本节点的每一个 CSS 属性值，那浏览器就会靠其中的 display 取值来判断要生成哪一类的盒子。CSS 显示模块在这20多年来经过不少演变，从一开始的基本 block、inline 和 list item， 直到现在最新规范中一共有17个属性值。可见 CSS 是一个不断在进展的技术，编辑组 CSS Working Group 也会聆听多方面的反馈来更新规范。 Level 3的显示模块主要是为了更换及扩展在 CSS 2里头 display 取值的定义，我在此描述的东西很有可能还没有在浏览器实现，可是我们可以从中事先理解未来的 CSS 行为。那规范提出了两种显示类型，内部和外部。内部显示类型定义了元素内子元素的布局方式，而外部显示则定义了元素怎么参与流式布局的处理。这个表是我从规范直接引用的，它列出了之前我提到的那17个属性值，也描述了这些取值会让浏览器生成什么样的盒子。Level 3规范详细说明了 display 属性两类取值，可是到现在依然还没有被浏览器广泛支持。那么即使被广泛支持之后，单关键字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各种属性值生成的盒子创建不同的 formatting context。打个比方，我这个幻灯片上的翻译词是用 Ruby 标签来实现的。Display Ruby 会生成 Ruby 容器盒子，而这种盒子建立的则是 Ruby Formatting Context。 那么我也相信大家都有曾经试过用 Flexbox 来布局，可能因为 Flexbox 的开发过程相当凌乱不堪，属性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改，网络上 Flexbox 的教程时不时会产生一些小误解，那最可靠的答案就藏在规范里头。规范编辑强调利用简写的 flex 属性，因为它会正确的重置相关的属性值，而 flex 简写有几个关键字是为了应付最常见的用例而设的。当你把 display flex 设在一个元素上时，即使你不在子元素设定任何 flex 取值，浏览器自己会套上一个 flex initial 的默认值，计算出来会变成01 auto。如果你想子元素伸缩自如，那可以用一个 flex auto 的取值，让子元素随着容器的空间同一频率的伸缩。如果你理想中的设计有几个项目是必须保持固定的尺寸，可以用 flex none 让它完全失去弹性功能，永远都保持自己的尺寸。而最后，如果你用单单一个正整数为取值，浏览器会把这个整数设为 flex row 的取值，而与其两个取值呢，就会重置为1和0。好，话也多了，大家应该也有点闷了， so 就来做一些 demo， 可能会有趣一点。首先来一些小基本，就是自动 margin。 flex 容器内的子元素会被浏览器设为 flex 项目，那 CSS 布局的转折点就在于这个父子关系。所以在这简单的例子，容器内只有一个子元素，我们可以用 margin 来操控它。所以如果我在这里打一个 margin top auto， 我的盒子就被推到容器下边。如果来一个 margin left， 它就会到右边尾端。那如果不设定任何方向的话，盒子就会在容器正中间，一行搞定水平垂直居中的问题。那一个比较实际的用例就是网页的页眉。
燕眉经常会类似这种设计模式，就是导航栏有几个链接都偏向左边，然后啊，登录注册的链接就独自在右手边。那么我们只需要在燕眉设一个 display flex， 然后再用自动 margin 把最后一个列表项推到右手边去了，比之前的实现方法简单多了。那么在学习 CSS 布局时，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最后仔细翻阅规范后我才明白，如果元素的高度被设为 auto， 那浏览器在计算它的高度时只会考虑元素内容及子元素，纵向没有已确定的空间来调整位置。那即使元素上设了一个固定的高度，我们不能忘记它跟子元素是互不相关的，这很有可能是浏览器最初实行的抉择遗留下来的行为。浏览器没有办法计算上下方 margin 的取值，所以会把 auto 取值解析成零。那我之前提到的转折点就在这，因为 flex 或 grid 容器跟子元素的关系在布局时是被浏览器承认的，因此浏览器才有办法计算出四面的自动 margin 取值。当然光靠 margin 是不够的，要更精确的调整子元素的位置，我们可以运用合适对齐模块 box alignment 提供的属性值。 Flexbox 的首个公开工作草案是在2009年发布的，而 grid 的则是在2011年发布。当时两个规范设定了两种不同的对齐属性，经过讨论，工作组才决定把盒子对齐写成独立的规范，让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formatting context 都统一用相同的属性。Box alignment 属性一共有六个，使用在 flex 时用得上四个，使用在 grid 的话，六个属性都可以用。Justified content 及 aligned content 属性被设为内容分配属性 content distribution properties， 当容器内有多余空间时才会生效。在这个 grid 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grid 项目的右边跟下面都有点多余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运用 justified content 和 aligned content 堆砌这些子元素，调整整个网格行列可以用 start、 center 和 end来移动，那调整行列之间的空间则可以用 space around、 space between 和较新的 space evenly 来做。用在 flexbox 时， justified content 定义了项目在主轴 main axis 上的对齐方式，项目的尺寸及自动 margin 调配好之后，剩下来的空间就可以用 justify content 来分配。那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这个右边有一点点小空间，因为默认值是 flex start，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flex end 或者 center 来调整整个 flex 项目 的移动性。那如果要分配周线之间的空间，刚才谈到的那些 space 的属性值也是可以用。在这个例子呢，由于项目很多，在这个容器出现了多根周线的现象 multiple flex lines， 在这种状况下 align content 就可以派上用场，因为它是多根周线的对齐方式。如果周线只有一条，这个属性是没有效果的。 align content 的默认值是 stretch，所以当周线只有一条时，这个单周线就会伸展、会占满整个 flex line 的空间。所以如果这个 no wrap， 然后它就会直接拉长，这是单一周线的现象。那之前在画插图时有点走火入魔的现象啊，越画越过瘾啊，当然你们还会看到很多盒子的插图。那这个是我想用来表示 justify content 跟 align content 这个属性的效果。 grid 项目也可以用 justify self 和 align self 来对齐自己，
他们则被归类成自我对齐属性 self-alignment properties， 允许我们操控在网格区域里面的位置。那两周的默认值都是 stretch， 就是 A 这样子，表示项目在默认状况下都会占据网格区域的整个空间。调整位置时可以用 start center 跟 align 或者 baseline 这几个取值，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当我们用上 stretch 以外的取值后，项目就会缩到内容的尺寸。align items 和 justify items 这两个属性值就可以用来设定容器内所有项目的默认 align self 和 justify self 的行为，所以如果放一个 start， 它得全部一起缩上去。而用在 Flexbox 时， align items 和 align self 指定项目在交叉轴 cross axis 上如何对齐，它们的默认值与 grid 相同，也是 stretch， 而我们可以用 start center 和 end 来调整所有项目在交叉轴线的位置。可是有一个属性值就比较少见，那就是 baseline。那如果你的项目尺寸不一致，导致文本上下不齐，我们可以利用 baseline 把文本对齐。如果只是想调其中几个项目的位置，那就可以用 align self， 可以让个别项目有自己的位置。所以如果把这个调成 end，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又来一些插图。最后这个baseline 的取值比较难用赫兹来呈现，只好这样子，没办法，我创意有限，开发者不是设计师。那么有些人就会问我 Flexbox 和 Grid 选谁比较好，我都会回答说，哎，你这个问题问错了，因为这不是二选一的状况，应该是二合一才对。Flexbox 比较适合单位方向的布局，因为运用 Flexbox 来实现的行为的行列，即使对齐了也只是个假象。Flexbox 的行跟列是互不相关的，但是在单位布局它却拥有最强的弹性功能。Grid 则适合做二维网格布局，因为 Grid 中的行列才是真实的，才是有关系的。你可以像在棋盘上排棋子似的，把 grid 项目排成理想的布局。要实现类似这样的设计，用新时代布局方式是做得到的。那么要如何实现这种内容又不对齐啦？环绕每个 grid 单元厚厚这层 border， 如果光靠 grid 用 box alignment 属性可以吗？很可惜做不到。之前提过 grid 项目对齐的默认值是 stretch， 而一旦使用上任何 stretch 以外的取值，项目就会马上缩到内容的尺寸。可是如果我们在 grid 项目上设一个 display flex， 把它成为 flex 容器，那就表示 grid 项目里头的内容都成为了 flex 项目。那现在如果我们利用 box alignment 的各属性来调整内容的位置，就根本不会影响到 grid 项目的尺寸，那 border 就可以这样子保持在 grid 线上面。那现在已经相当普遍的响应式网页设计，主要依靠的呢是百分比来设定元素的尺寸。运用百分比的局限就是每一个元素伸缩率是一致的，有时这会导致开发者为了应付各种 viewport 尺寸范围，被逼要写数不清的 media query。就拿这只小猫来当例子啊 ，viewport 偏大时图案就太大啊，当 viewport 偏小时，图案就太小，因为图案是拥有屏幕比例 aspect ratio 的元素，跟文本的行级流逝显然不同，但是没办法，因为百分比始终是依赖容器尺寸来计算的。我们常见的做法就是设定元素的宽度或者高度，然后通常只设一个，然后让浏览器自动调整另一个取值。
当我们固定两个范围的取值时，内容很有可能会产生溢流出容器之外这个现象。其实内部储存不算新奇，只是我们通常不会去想到自己在用它。CSS 其中比较新的一个规范叫 CSS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Sizing Module Level 3，介绍了以内容为主的尺寸属性值Min Content 及 Max Content。 那么两年前我参与了中文布局任务团后才发现，原来数字化排版有种种挑战，中文和西文的处理方式迥然不同。例如纵横对齐啊，比例字体啊，标点符号的挤压等等，在西文是不存在的。那当然西文它也有自己要应付的问题。西文的单词基本上是不被分隔为两行的。那这个例子的八个字的宽度我都设成了 min content。那在西文用 min content 时，只要没有空格短横线或者特别设置，最小的宽度一般就是连续英文字符单元来决定的。而汉字呢，最小的宽度则是一个汉字的宽度，通常就是 1m。 在深入研究这些新的布局模式时，我发现最有趣的东西则是灵活性尺寸这是我自己设的一个名字根据所设定的属性值，元素伸缩的变化率是有差别的。有些属性值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在 viewport 变化的状况下尽量保持范围内的宽度。那我这样讲有点难理解，还是看一些用例比较好。那接下来这个例子接下来三个例子我都是在用 grid 来实现，所以所有的这些灵活性属性我都设在 grid template columns 上。那我们先来对比 FR 跟 auto 用在一起时会有什么效果绿色是 FR， 蓝色是 auto。 FR 是多余空间 free space 的数量单位，所以有多余空间时，浏览器就会把空间都分配给 FR 的那一栏。FR 也可以用来规定多余空间分配的比例。所以第一行的分配比例是1:2:1。因为每一栏都用 FR， 无论 viewport 怎么变，只要有多余的空间，中间栏的宽度永远都是旁边两个的一倍。那当然当空间不足时，浏览器也会第一时间把空间给取回。所以 viewport 变小时，绿色栏的内容最先被分隔，直到缩到 min content 值过后，蓝色 auto 栏里的内容才开始分隔。其实这个例子就没有什么特别，因为 max content 本身就是一个固定取值，有固定取值存在时，有灵活性的栏就会担任起所有空间调整的责任，这个就跳过。这个例子就有趣多了橙色则是 fit content 200px， 黄色就是 min content 200px 到400px， 这两个取值的行为是类似的。被传入 minmax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尺寸下限，而第二个参数则是尺寸上限。fit content 的函数也可以当 minmax 函数来看待，只是它的尺寸下限是 min content， 尺寸上限呢则是 max content 或者引数值当中比较小的那个取值。因此当 viewport 缩小时， auto和 fit content 的行为和变量和量变率是相同的，翻译的不好，不好意思。Viewport 变大时， fit content 会被引数值给约束，涨到 200px 它就不能再涨了。Auto 和 minmax 则会继续生长，可是 auto 到了 max content 的宽度后，它会停下来，让 minmax 涨到尺寸上限 400px 过后，它才继续生长下去。这两个网页有一些微妙的偏差，在 viewport 偏大或偏小的状况下才会明显。
百分比的响应度确实比不上灵活性尺寸。这里我的重点就是，有了这些新属性值，网络上的编辑设计可以更有艺术指导 art direction。Grid 的网路线定位允许开发者轻松的实现重叠性的设计，再加上 Grid 轨道灵活性的伸缩功能，让我们在实现响应性设计时有更富有创意的选择。那 Grid 正式发布到现在已经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浏览器支持程度如今也高达了 88%，可以算是被广泛支持了。可是其他那12%的用户该怎么办呢？那其实 CSS 可以通过 feature query 做功能检测，它的语法就类似 media query， 只是用的关键字是 at supports。 虽然我现在提到 grid 当例子，但是 feature queries 可以用在任何一个 CSS 属性上。At support 本身的支持率也已经高达 94%， 可是浏览器不支持它也没关系，因为不认的 At support 的浏览器就会忽视整个声明块内的 CSS 声明。所以建议把回推样式写在前头，接下来的新属性则 包含在 At support 的规则内。运用这种渐进增强的实现方式，好处就在于运用旧款浏览器的用户都可以顺利的浏览你的网页。在这里可以看到用 feature query 实现的布局，左上角的浏览器则是IE11， 由于它不支持 at supports， grid 布局的声明块完全不受不影响它。 IE11 用户依然可以浏览网页的内容，从中受益。那用较新款浏览器的用户则可以享受被提升的布局和功能。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在结束之前我只想说即使我刚才说的一切你都不记得，我要求你们牢牢记住这一个问题的答案。网站需要在每一个浏览器都长得一模一样吗？答案就是 No。最后我要感谢一位跟我一样热爱 CSS 的好友高伟，帮我 修正错字连篇的演讲稿。这里有一些参考链接，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演讲可以让在座的朋友们有所启发，运用这些新属性去尝试实现通用型的网络设计，创造出更符合浏览器本质的网页。谢谢大家。